您好，我在 SOHO Metropolitan 酒店里买了自己的豪华公寓。我爱自己的公寓，我爱自己的家，我爱我住的地方。SOHO Metropolitan 是多伦多第一幢豪华精品酒店级公寓，在世界各地如纽约、迈阿密、洛杉矶和芝加哥都有类似项目。我选择这间公寓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在酒店里，住在豪华酒店里这个主意真让人兴奋呢。当我挑选这个地方时， SOHO Metropolitan 酒店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我经常出差及外出旅游，入住世界各地的酒店，住在豪华酒店的感觉真是棒极了。酒店式生活就是说有殷勤服务的保证，时时刻刻都有人为您效劳。典雅华丽的 SOHO Metropolitan 是经过精心设计。其实酒店设计远远超出住家的标准，各样设施都经过悉心考量，重点是这些设施都得到优秀的维护和管理。我喜爱去游泳池，也经常上健身房。 Dalton Brown 负责我公寓内的健身房。 Dalton 精于健身之道，从他挑选的器材就可见一斑。 Dalton 和他的队伍让我们有出色的健身设施。SOHO Metropolitan 还设有很棒的酒吧和餐厅，我足不出户就可以热情地招待朋友。但在这里住久了，就让我体会到大厦设在酒店内并不是它最重要的特点。想想看，当我在家时，我不会每天请人送餐，也不会每天请人清洁房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公寓打造得像酒店一样，我要它有酒店一样的建筑设计水平，一样永恒的典雅。我要它有酒店一样的世界级康乐和服务设施，我要它有酒店的管理和服务承诺，无时无刻都有人满足我的需求。尤其我经常出外远门，最需要有全天候的管理人员。除此之外，我仍想拥有卓越的黄金地段，临近最好有商场、餐厅和所有我想去的地方。我知道 SOHO 正在渥太华新建一批全新的酒店级公寓，我在考虑购买一个单位作为投资项目。这些大厦将是梦寐以求的住宅。这间酒店级公寓由专门设计酒店的梦幻组合 Brian Gluckstein、Rod Leahy 和 Paul Waddell 联手打造。公寓设计的如同高级酒店，有令人赞叹的大堂和浴室，精致的厨房搭配内置式的专业欧洲厨具，设备一应俱全。这里的康乐和服务设施非常独特。 SOHO 俱乐部是一个很别致的构思，是 Brian Gluckstein 负责设计的。它具备专业厨房，让我可以在这儿设宴款待宾客。 SOHO Champagne 更设有藏酒库和酒吧，游泳池和户外花园跟我去过的高级度假酒店一样十分壮观。他们的设备齐全，包含热带风格的躺椅和帆布凉亭、现行壁炉、无边际按摩浴池、精雕的园艺等，真棒啊！在这里与朋友聚会是最理想不过的了。他们还备了一个私人电影院，最适合我这样的电影迷。这一切都符合高级酒店水准。渥太华公寓所设的健身房也将由 Dalton Brown 管理。我可以期待拥有高水准的健身设施、优质的器材和良好的管理。渥太华的小意大利区处处是欧洲风格的咖啡厅和餐馆，道斯湖畔近在咫尺。我喜欢在家附近就能惬意的放松，这真是一个买房产的好地方。大家都认同渥太华的房地产市场很有潜力。它是个多元化的社区，住满各国的外交官、公务员、学生等，全程弥漫着书香气息和学术文化。它是加拿大的首都。我喜爱这里的艺术画廊、博物馆，还有国家公园。这样的酒店级公寓实在是让人梦寐以求，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投资良机。酒店式元素令它在市场价位拥有优势，这个我最清楚不过了，因为我在多伦多的公寓已经升值不少。现在我手头有钱，我锁定要继续投资在豪华酒店级公寓上。
我绝不会错过这个黄金机会。